最大干扰就是我自己啦，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最大的干扰。干扰似乎是创作的一部分。咁变咗我又好似好中意呢一啲干扰。如果摄影艺术光圈冇周围其他嘅嘢，我有好多个身份啦，一啲刺激。咁其他身份要做嘢，阿妈打电话嚟啦，都好多干扰。本身都不能够成事。打翻电话俾佢咧，原来自己对自己嘅不信任啦，或者可能系同其他 artist 倾偈啦，其他人。發覺咧，自己嘅創作都冇乜意義啦。點樣去守住自己嘅性情？但同時間又同外在嘅環境有一個接觸。